名字的洋装，它整个就是我的菜，好不好？完完全全就是我的菜。它但是它是有点小盖袖的设计，但是就是记得它会露一下，附一个这个绑带在这边。这件的话呢，它是棉麻的材质哦，棉麻的材质。那给大家近看，它是很夏天，像这种直条纹的蓝白条纹的设计，蓝白条纹设计。那我的胸围38的话是不会暴扣，给大家看。我觉得胸围38是紧绷了，是紧绷。那肩宽的部分，我肩宽是40，也是紧绷，好吧？因为它是没有弹性，完全遮到我最在意的小腿肚，完完全全的遮起来，就是排扣式的。那这里做一个小翻领的设计，那你可以看你喜欢这样。再开一个扣子的话，我觉得它露出的线条更多，控制的哦。来，我拉开给你们看。它就算没有绑，其实就是做这种散状的裙摆，很正常，有点可爱的感觉。然后你想要正式感的话，其实就绑上腰带，绑在胸下的地方，位置很好抓，请抓在口袋上面的这个位置，口袋上面的这个位置，千万不要绑在这里变五五身哦，不好看哦，安内母汤哦，这样不行哦，好不好？